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有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一位小姐？根据报告，她没有回家。那也要知道她在哪里休息，是不是真的在休息，我才放心呢。您会不会有点太鸡婆了？听说恩师弟辞呈了，因为他累倒了，我让他去休息。送他去哪里呢？是你绝对找不到的地方。对不起，你搭计程车回去吧。什么？我突然要去的地方。